我是半大拉的玛利亚，我从前被鬼附住，过了一些我不想过的生活，我用我的身体去取悦其他男人，我想摆脱魔鬼的控制，但我做不到，我想重新生活，但魔鬼不放过我，他甚至找了六只比之前更坏的恶鬼来一起占据我。我知大家用奇异的目光来看我，甚至想用石头钉死我，其实连我自己都好憎我自己，我过得好苦，我想一死了之。直至有一天，我见到一个人，比起人，他更加似神，他好像知道我经历的一切，知道我的挣扎和软弱，他温柔的目光告诉我，他没有嫌弃我，他甚至用他的大能将在我身体上的七只恶鬼赶走，将撒旦在我生命里面击退，令我开过一个重新的生活。试问除了耶稣，还有哪一个可以驱赶我们生命里面的黑暗，扭转我们的一生？他是全能的神。既然是这样，他做了什么是不能够战胜的呢？